是来自于那个 Calvin Hood 的 Popo。对，那就是我之前是做这个一期直播嘛，然后后来就是把一期直播卖掉之后呢，就做一个 Calvin Hood。那 Calvin Hood 做这个 cryptocurrency 的交易所。对，那在同时呢，我们也在发展我们一个底层链的技术。对，那这底层链的技术叫 Dexon。那 Dexon 呢，它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一个共识的演算法，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共识的演算法。共识演算法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这种 DLT Distributed Ledger 的 Technology， 它的一个核心的算法。那什么叫 DLT 呢？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银行的系统，就是我需要记账嘛。那记账的话，比方说 A 转钱给 B 这样子，对，那我们把这样的系统叫做一个 ledger 这样子。对，那 DLT 的意思呢，就是跟以前的银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以前银行是它有个中心化的资料库嘛，那中心化资料库就会记说，好，今天 A 转钱给 B 这样子。对，那为什么这样会有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相信一个银行嘛。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希望达到就是大家都可以有一份副本，就是说这个 distributed ledger 它是一个 replicated state machine 这样子。对，那意思是说，假设你有100台机器，其实那100台机器最终都要知道 A 有转钱给 B 这样子。对，而且它们的顺序要是一样的，就是它必须要防止一件事情，叫我们简单说一个叫 double spend 的问题。就假设 A 只有100块，那如果它这个转了两次钱，就是他说 A 也要转钱给 B 100块，然后 A 又要转给 C 100块，那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如果 A 转100块给 B 先发生的话，是不是 A 转给 C 的就会失败嘛？对啊，那我们要保证这件事情就是可以正常的运作的话，就是你不能让 A 转给 B 跟 A 转给 C 都成功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 ledger 就是要防止这件事情，而且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一个 database。好，那我们说这样的系统呢，就是它是叫一个 blockchain 的系统。然后 blockchain 系统它需要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叫 safety。safety 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好的节点，就是说它如果正常的节点，正常在演算法里面运作的话，那它最终大家所有人都要得到一致性嘛，因为你的账本如果说有，好，假设节点一号他说，哎，对，我觉得是 A 转给 B 先发生，然后节点二说 A 转给 C 先发生的话，那这个系统就崩溃了。对，那 safety 就是保证这件事情，基本上如果假设第一个节点他说 A 转给 B 是先发生，那第二个节点也会说 A 转给 B 是先发生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会被简化成，其实很简单嘛，就是我的每一个交易的顺序必须要被所谓的共识嘛。对，就 consensus 的问题其实就在决定你的每一个 transaction， 每一个交易每一个转账它的顺位。就只要我能够确定它的顺位，其实我就可以确定每一个人都达成了共识这样子。对，那我们把这样的系统呢，其实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做一个 blockchain 的系统，因为 block 里面其实就是那个 transaction 的意思啊。对，一个 block 可能有1000个 transaction， 那你把它串成一个链，对，那还有一些密码学的方式把它串成一个链之后，你就会得到最终的顺序。对，那 life 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如果说有人，好，假设它不动，或者说它违反这个演算法的规则，那这个系统不能崩溃，它不能不动。对 ，liveness 的话是在处理说，就是这个系统不会 halt 这样子。然后如果这个系统会 halt 的话，基本上也没人敢用这样子。就是把它想成，今天你银行就是有一天突然不能转账了，那你就会很紧张。好，那我们就是目前的话呢，现在的 blockchain 的系统，就是这听起来是不错嘛。对，就是好像未来很美好，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还没有在大规模的被采用？就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些 fundamental 的 bottleneck。对，那我们现在看说，好，假设你看比特币 Bitcoin 的话，
它的 scalability 基本上，如果你有越多的节点，其实你没有办法增加它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transaction per second， 就是说它的 throughput 是一样的，它大概每秒可以处理大概7个 transaction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像比特币这样的系统，因为它是一个一个 block 在涨嘛，那你大概要 confirm 你的 transaction 大概要等到一个小时。比如说我转钱给我同学，你转钱给你旁边的人，你要等他在那边站着等一小时这样子。你去星巴克买一个咖啡，你要在店里面等一小时这样子。对，他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个 fee 很高，就是我转账一次的成本，假设我转好1块美金给我朋友，但其实我可能要付50块美金当交易费这样子，就很明显是划不太来。就是说这种微支付应用其实是不能做。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中心化的，就是大家其实要用这样的系统，是因为哎，就是我有很多个副本嘛，然后再来是它很去中心化，所以我不用相信有某一个银行它会倒啦，或者说它会坏掉作恶啊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在这种所谓的这个挖矿的系统里面，其实发现其实这个中国的算力其实掌握了超过50%嘛。而且可都掌握在一家的手里，所以这种系统其实不是那么的安全。如果说他真的要做坏事的话，其实马上就可以做坏事。对，那另外就是说，像这种 Bitcoin 系统，其实你会耗损很多的能源在保障这个安全性的问题，这样子。对，那我们在做什么？就是我们是希望先解决这个基本的 bottleneck。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以上的 bottleneck 的话，其实这些系统都没有办法被这个我们说几个数十亿人地球人口所采用。对，那我们在研发的一个系统呢，就基本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它的 scalability 是可以 linearly scale 嘛， infinitely scalable，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sharding 的技术，你可以一直加 shard， 它就可以一直 linear scalable， 跟你的 database 是一样。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latency 大概是1秒，就是说你任何的转账只要送出去大概1秒内，你就可以确认它的交易，而且是我们叫 irreversible， 就是它在数学上是不可能被逆反。对，因为它这个是有拜占庭容错的一个算法。对，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嘛。对，基本上呢，就是它不是一个 blockchain，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 blockchain 的话，你就会被绑在它的 network latency 跟它出块的速度这样子，因为你不可能出块是无限快，你出块无限快的话，就没有人能确认你的交易这样，因为你还有一个 network latency， 你是一个分散式的系统这样子。对，那我们做法就是说，假设里面有好，假设100个节点，100台机器，我们让100台机器都长它自己的 blockchain。等到他涨他自己的 blockchain 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去等待别人的资讯嘛，就是一号节点他在涨他自己的链，他不需要等二的资讯，也不需要等三，他互相不需要等，也就是说他是一个 non-blocking 的系统。再来，他是 fully asynchronous 的系统，就是我们没有任何 timing assumption。对，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是要达成共识嘛。所以我100个节点它同时在出这个 blockchain 的时候，它同时也在观察别的节点出的 blockchain。 那如果有一个节点它观察到另外一个人的 blockchain， 它觉得哎，这个 chain 是合法的，它是合理的，它就会去做一个我们叫 act。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 lattice， 我们叫 block lattice 上面的这个图呢，其实链跟链之间是有箭头，这个箭头就是说互相它在做确认这样子。对，那我们演算法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成，好，我先平行涨100条链，对不对？那最终我要怎么把100条链上面的 block 的我们叫 ordering 算出来？因为我 eventually 我是想要得到一个 transaction 的 order 嘛。对，那这个演算法就是最终它就可以帮你排序出这个我们所谓这个 graph 或者叫 deck 上面的，好，假设你有10000个 block 在100条链上面，它可以排出一个 eventual consistent 的顺序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个影片。Blockchain technology processes transactions linearly, block by block, so it's difficult to scale. To solve thi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exist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needs to evolve.
Introducing Dexon, a revolution beyo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Dexon is based on a revolutionary block lattice data structure that features multiple blockchain systems working together in parallel. The Dexon network scales easily and automatically. Transaction processing power magnifies as the Dexon block lattice network grows, while maintaining low transaction fees, empowering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s to unleash their true potential. Dexon's visionary technology is also designed with interchain protocols, so that other blockchain systems, such as Bitcoin and Ethereum,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xon network, allowing for the fully decentralized transfer of value between different networks. Efficient, low latency, and infinitely scalable. Let's kickstart the decentralized future with Dexon. OK, 好，大家觉得影片怎么样？现在是好蛮炫炮的这样子。哦，那蛮炫炮，我们现在要解释为什么它会那么炫炮这样子。好，就是基本上呢，这个 consensus 的设计呢，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三步这样子。对，它是第一步，我们叫 reliable broadcast， 它可以防御拜占庭的节点这样子。那第二步呢，叫 total ordering， 就是我们刚刚说我要把好100条链，把它压缩成一条最终的链。那第三步呢，是其他所有 blockchain 都不存在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每一个被排成这个最终的链上面每一个 block 都算出一个 unbiased 的 timestamp。 这个 timestamp 呢，不是每一个出块人说了算，它是一个 unbiased globally 的 time。 那这个、解释上呢，就是说第一步就是它会达成一个 eventual consistent 的一个 lattice among all honest nodes with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就是这个 lattice 就是每一个诚实的节点会收到的资料最终会有一致性这样子。那让我得到最终一致性之后呢，我就把它喂进去一个把一个 graph 转成一条链的一个演算法叫 total ordering， 所以我可以 convert a block lattice into an order chain。And then I generate the consensus timestamp on each block， 就是最后一步。好，那以图上来看的话，上面是这个我们叫 block gossip， 就你出你的 blockchain， 然后你就传到 network， is a peer to peer network。那它基本上经过 gossip 之后呢，它会在经过这个 acking 这个确认的投票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reliable broadcast 的 lattice 这样子。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都是 locally 去跑的，对，所以他们没有 communication 的 overhead。对，那图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先做 block gossip。那如果你某一条链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做了 act， 我们就认为这一条链是到那个高度是 reliable， 所以你就把这个 reliable lattice 再喂进这个 total ordering 之后，就会得到一条链。然后在这个链上你还是保留有这个我们说它 preserve 的 causality， 所以你用 causality 然后加上你的 block time 加上你的 act 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帮你算出一个严格递增的一个绝对时间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就是基本上我们的 block 跟一般的 blockchain 是长一样，只是我们多了一个叫 act。那这个 act 其实你只要加入大概比，然后假设 A 这个节点要 act B 的节点的 block， 它只要加入它的 block hash， 加上它的 ID， 然后加上它的高度就好了。对，还要加一个 digital signature 跟它 act 的时间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其实 overhead 是非常小。再来，我们实际操作的系统里面，这个大概。为了要做这些 act 呢，你的 overhead 会增加大概 1% 的 bandwidth。对，那这个图上的话就是说，其实这四个节点它其实不需要是同步化的，它只是要看 network 进来的 block， 然后一看到它觉得是合法的 blockchain， 它就做一个 act， 那在它自己出的这个 block 上面。对，那这个我们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它什么时候会是合法的？我们先看不合法的情况。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点它自己不能 fork 嘛，比如说 fork 就是说我在同一个这个 parent node parent block 上面接了两个 child，
对，那这件事情是一定会被抓到的，因为 你自己有 sign 这个 digital signature。 再来是我不能投票给一个 fork， 就我看到 fork 我也只能投一边。那另外一个是我不能投相同的，跟我不能就是违反这个 causality 去投。所以可以把它想成这个 lattice 其实就是一直往上面一直做互相的确认，在投票。好，那得到这个 lattice 之后呢，我们就跑一个 total order 演算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台机器的 local view， 我们叫 local， 它收到的 deck 收到 lattice 其实是不是 consistent 嘛？目前不是 consistent， 但是它 eventually 它会 consistent 就好。那我们的这个演算法的保证就是说，你输入这个演算法，它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个 deck， 你 eventually 排出来的 order 都会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达成最终的共识这样。好，那这个基本上它是 event driven 的算法，就是你会把它当成我先要把一个 graph 上面所有的这个 block， 然后做一个 sort 这样。那这个条件是什么？我要保证 causality。 causality 意思是说，好，假设我是被 act 的那一个，被 act 的那一个 block 一定会先被 deliver 嘛，因为我是被 act， 对。那有这个条件之后呢，然后我们跑这演算法，然后这个演算法是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leaderless， 因为每一个节点的 weight 现在是一样的。对，那这个也非常省时间，就是我喂进去一个 block， 大概只要一毫秒，这个顺位就可以算出了。就算你有大概几千个节点都是一样。对，所以这个系统它可以做到一秒可以处理上万个 block 这样子。那一个 block， 因为它其实里面是很上可能上千个 transaction， 所以你的速度其实我们一个 shot 就可以做到100万的 TPS 这样子。好，那。OK， 那有一个东西叫 Candidate Block。 Candidate Block 意思是说他没有去 act 别人，就是在这个 deck 上面还没有被 deliver 的这个 block。 对，现在已经被 deliver 的 block 就已经我们已经排到那个列里面了嘛。对，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是还没有被算出顺位的，我们把它叫 Candidate， 因为如果你有 act 别人，你一定会最后被 deliver 嘛，所以我们现在只考虑 candidate， 就是说他没有 act 别人，所以他一定是优先被 deliver。 那我们在这个 candidate 之间呢，我们就要去算出一个分数。对，因为 candidate 里面一定会有人会先被输出嘛，所以我们的数学上的证明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potential function， 如果越后面的人去 act 前面的，就会贡献给他，这个 potential function 就会增加这样子。那超过了某一个这个 threshold， 这个是数学上你可以证明出来，就是说超过这个 threshold， 它被 deliver 的情况，任何的节点，就算它的 deck 还没有看到这个 block， 它 eventually 在 deliver 的时候，它还是会保证顺序这样子。这一个图示上就是说，每一台机器其实它看到的这个 block 的顺序其实是不一样嘛。比如说，因为你的 network 是 fully asynchronous， 所以你没有办法假设每个人看到是同步的。那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你 fully asynchronous， 它 eventually consistent 就好了，而且它没有任何的 time bar。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 K 的东西。K 等于0的话，就是你只考虑这个 candidate set。 那 K 等于1的话，是考虑 candidate 加上它的一层 child 这样子。对，那这 K 有什么用？ K 等于0的话，这个演算法的 liveness 是没有办法被保证。对，因为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单看一层我就做 deliver 这样子。那 K 大于0的话，你可以想成说，好，我现在考虑越来越多人对我的投票嘛，所以我考虑的越多层的时候，我被这个它不动不出快的节点被影响的几率就会降到几乎是零这样子。所以在实际测试里面，你可以看到 K 等于1，大概你防御的节点大概可以到 20%，K 等于2，你几乎可以防御30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实作上会用 K 等于1。那你的 latency 其实在实测中大概是一秒就可以 final 这个 transaction 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加了一个叫 NAC， NAC 意思是说它就是
而要防止有人就是这个不出快，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其实如果你是拜暂停的话，基本上你最多就是只能不动，对，因为你不动，如果你 fork 的话是马上就会被抓到，因为你要 sign 这个 digital signature， 所以如果你不动的话，你还是会被除名，就是过三分之二的人都在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他有一个 timeout 会自动达成拜暂停容错的 agreement， 然后他就会被除名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有这个机制的时候呢，然后你的 K 又大于等于一的话，基本上你的食物库就不太会有影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是我们现在排出了一个链嘛，那这个链里面呢，我希望对每一个 block 产生一个所谓的 timestamp。那这要怎么做呢？就假设我有五个，先有五个节点嘛，零到四这样子。对，那我对每一个 block 我会有个 time vector， 那这个 time vector 的 di 为是什么？它有di 为，就假如第零为，就是第零个节点，你就往前去找，就是往这个我们叫这个排出来，我们叫 compaction chain 上面往前去找它的 parent， 所以它一旦这个旁边这个虚虚的，就是它还是保留这些 egg 嘛，所以 egg 的资讯还是。代表说它可以连线到那边的意思，这样子，所以我就往前 traverse 到我填满这个 vector， 而且一定可以填满，因为它一定前面如果有人是从来没出过块，它就是那一维就不考虑，然后自己的那一维不考虑，因为我们只考虑别人对我的看法这样子，因为这样才不会被 bias。那每一维一定是我们叫严格递增这样子。对，因为这个它保障 causality 嘛，所以你基本上在这个排成一条链之后，你还是一个严格递增的。所以每一维如果严格递增的话，我们最后要去取它的是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我们等一下再讲为什么是中位数，因为中位数的话，它就是一个 unbiased 的东西。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假设你的坏人，就是他想要欺骗你的时间。他除非他有过半的这个节点数量，不然他没有办法影响你的中位数。但如果你是取平均值的话，你是有可能会影响。这样，那这个中位数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维度一定是严格递增的情况，其实我就可以保证它全部算中位数，是不是一定也是严格递增？所以我整个链上面的每个 block 都是严格递增这样子。对啊，这只在讲那个中位数，它可以防止你被 bias 你的时间这样子。好，那我们基本上结论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三步，第一步是要达到这个 eventual consistent block lattice， 而且它不可能会有 fork， 那它保证你的 safety。total order 呢加上 net 之后，它保证 liveness， 而且你把 k 调大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保证它基本上 liveness 的几率是极高。那最后我们帮你产生一个 unbiased 的时间 for every block， 然后再来我还可以帮你产生一个 unbiased render oracle。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有一个 render oracle 呢？因为你去看这个链上面。我们的出块的速率非常的快，就假设我一秒钟可以出，好，假设我出块的 period 假设是50个毫秒好了，那我的 network latency 你要观察到它投票的结果，你基本上需要花多久？大概是两个 round trip， 就是说假设你 round trip 是 100ms， 你可能要花 200ms 才可以观察到一个 honest 的节点最后对他的 act 的行为。但是你看，当我先看到我想要看到这个行为，我才去 act， 我才能影响他的这个排列嘛。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如果看到了才去影响他，其实我已经来不及，因为我会被排到更后面去这样子。诶，对，这是蛮神奇的一个方法。对，所以这个乱度会是多少？它其实是 N 阶乘的乱度这样子。对，那你 N 是100的话，这个比一般密码学的乱度还要高非常多，因为你每一个基本上顺位都没有办法猜中，然后我们把这个 N 维度的那些贡献给它的 block 的 hash
再把它 concat 在一起，再 hash 一次，变成你的 random seed。对，那第一个你没有办法 predict 我的 hash， 再来是你没有办法 predict 我的最后顺位嘛，所以它的乱度是加成再加成。喂，好，问一个问题，刚你说那个中位数，其实你自己就把问题讲出来，只要它瞬间加一个超过一半以上，那它就会控制中位数，你说中位数瞬间就被控制住了。你只是说，如果它今天加一台、两台，可能不影响，你说平均嘛，因为你说平均会被它影响。但是你说你用中位数，那它只要瞬间加到中位数的量，那你瞬间就被干爆啦。没有，就是你要假设你总共好，假设你是100台嘛，那通常我们假设是只有1/3以下的是坏的，所以你坏的好，假设你有33个人是坏的。你怎么可能做这么不实际的假设？他今天就是要攻击你，怎么可能只弄100台？可能就弄个1000台，不管你瞬间就没有办法打赢他，那他瞬间就你的东西都变他的了。还有是因为你是去中心化，代表说任何人都可以加你的这个 action 节点嘛。那你瞬间突然就被攻击了，那你总会怎么去挡？你就说你是中位数嘛，那你就瞬间挡不住了，不是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加入这个节点的话，是应该说我们有其他的 protocol 去防御这件事情吗？对，那你如果有其他防御，那会变成说你这个东西又变中心化，因为你不能任意加嘛，那你这东西是不是就变中心化了？因为只有你能加，那维护这些节点就要钱，那是不是只有有钱人能维护？那你瞬间你又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些节点，因为这节点都在你的掌控下啊。基本上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 proof of stake 系统的话，其实它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样子。就假设你就是要大家就是要压我们所谓的 stake 嘛。这是假设嘛，但是实际现实世界就是会有各种机测情形出现啊。你不能假设那么理想嘛，你要去理想说，如果你真的遭遇这些攻击，那你该怎么办？难道你要花更多钱跟他玩吗？其实在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用 game theory 去证明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跟演算法本身是无关了。对啊，对啊，那我们的 game theory 的推导你可以证明说，其实基本上它没有任何理由会想要可录的这样子。不好意思，因为时间我们时间拖到了，不过等一下还会留在 BOF， 大家可以找他13 IPs。认真，讨论是好事，只是我们时间真的拖到了，所以我必须要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我其实很想要听你们继续讨论，但是就等一下，我们在他们的 BOF 附近，好不好 ？OK， 好，那讲最后一个 slide， 就是基本上这个 latency 是可以推导出来嘛，大概是两个 round trip time 加上 k 加一层的这个 block time 这样子，就 block time 就是说每一个这个 node 它出快跟快之间的 period 这样子，叫 t proposing 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参数是大概 round trip time 我们设250 millisecond， 然后 t propose 大概0.5秒是一个快，那我们做出来大概是1.1秒就可以 final， 就是你就看那个绿色的线，那in terms of scalability 的话是每一个节点它基本上都是长它自己的链嘛。而且它互相不需要去等待对方，所以其实你可以达到就是 linear scale 这样子。那当然你的 block size 是可以调整，你可以调 block size， 然后你可以调 block per second 都可以。对，大致上是这样。好，感谢大家。谢谢。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时间的东西。等一下。